非常感谢凯瑟琳和他的团队，这在我们这个买房卖房卖房买房的过程中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帮助。从前期我们这个房子开始准备出售之前的那个凯瑟琳过来呢，给我们很多指导，怎么装修，怎么去改造这个。所以这个房子，我们这房子呢，在卖的过程中呢很顺利，上市可能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出手。后来呢，我们买房子呢，他们这个买房的过程中呢，一直呢就是呢，他的团队的这个 Tina 一直陪着我们，每个周末一到周末，他就陪我们去看房子，看了很多很多房子。那么后来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说找到了一台呢，一幢呢，就是我们非常非常满意的房子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出现了很多这个波折。从这个贷款，从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怎么办？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房主呢是不愿意降价。那么后来呢，他降价以后呢，这一块呢，我们来了很多这个，他收到了，对方收到了很多 offer， 我们还不是第一户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 Catherine 帮我们联系那个联系贷款专员，联系了很多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也找到了一家非常非常专业、非常非常满意的这个贷款银行。那么最终的话呢，帮我们这个买到了我们新的房子，对。OK。好，非常感谢。Catherine 和他的团队。